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问我儿子的婚姻。你的儿子的婚姻，你告诉我你儿子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8年属龙的。属龙的是吧？啊。啊。哦，你儿子婚姻很麻烦。你儿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大讲话，脾气倔在里边的，稍微有点不开心就不理人了，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对呀，对呀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儿子过去弹过的，吹过，又弹，就是这样。你叫你儿子赶快每天念解结咒。解结咒。要念108遍。108遍啊。哎，很短的，很短的。还要念准提神咒，念了之后会很灵的。好好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儿子长得很 handsome， 就是很漂亮的。是啊。比你好看很多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啊。还有，他兄弟好像两个不太有点矛盾。什么？他两兄弟啊，好像不太和睦。哦，他两个兄弟不太和睦是吧？嗯嗯。他那个兄弟属什么的？属猴的。猴的是吧？啊。他属什么？他属龙。龙猴。你要我讲给你听吗？那个属龙的，比较调皮，属猴的反而比较就是护着他，让着他，属龙的厉害，你听得懂吗？而且他们两个人感情上辈子很深，谈过恋爱很长时间，所以你现在两个儿子又不好又好，叫他们不好呢不可能的，要好的不得了，好到最后呢又要打起来，对不对呀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人有前世的，前世的因果今世继续延续，听得懂了吗？哦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好不好啊？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讲给你听啊，你这个人很劳碌啊，你一辈子劳碌命啊，你是还两个儿子的，所以你一直要做做，在家里不停地做，你不要不开心，这是你还债，听得懂了吗？好像我记得我好像来还债的啊。你就是来还债的嘛。还有我想问一下啊，我的妈妈一个盲人叫什么名字？严月慧。叫什么？严月慧。田严严李严你们啊，我普通话不会太会，没关系，你们你怎么叫什么？你讲一讲。姓什么？姓严。啊？姓袁。师父姓袁，袁世凯的袁。啊，袁。第二个字呢？月。月亮的月。桂花的桂。谢谢师父。什么？智慧的慧。桂花的桂。啊，桂。桂花的桂。袁月桂。女的是吧？啊。你还姓李的？我妈妈。你的妈妈什么时候死的？2010。袁月桂，袁月桂。哇，你妈妈脾气好倔哦，过去倔得不得了，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嗯，是啊。不过你妈妈活着的时候对人很好，而且念经拜佛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恭喜你啊，你妈妈在天界。在天界啊。好，因为你妈妈走的时候你找法师和尚尼姑给她超度过，我讲了对不对啊？好呀，对对对对。
现在在欲界天。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啦。啊，谢谢师傅。没什么问题了啊。谢谢师傅。好。